收听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晚安。现在又过到了咱的主讲普照节目时间，请各位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仔日呢，咱要阁继续来讲解慈悲三昧水忏。请各位将忏本翻到第20页。咱在顶悬两星期的中间呢，我收集了真正侪资料，来甲咱讲。伫第三页啊，伫第三行下面，迄四字圣莲奉译，以及第20页第四行顶悬的四字以助教句，告诉讲，咱要过来讲呢。可以讲是讲不完，那么在下面，咱搁再搁较详细分析的时阵呢，咱再搁基础一挂资料呢，来予大家人明白。现在呢，咱就来讲第20页第四行第五字开始。以一切财宝，一切高雅，一切女色，心生贪恋，以起烦恼。假使讲咱要甲伊听起来来讲呢，就是讲以一切财宝，心生贪恋，以起烦恼，一切高雅。心生烦恼，以起啊，心生贪恋，以起烦恼。乃至讲，以一切女色，心生贪恋，以起烦恼。因为咱现在呢，就是总的来来讲，所以呢，将一挂字来省略起来。也就是讲，有一挂人在成人的时阵放逸。家己呢，非常的骄慢，对于一切财宝呢，心肝内生出贪恋的心，在意呢，也起种种的这个烦恼。咱在顶悬讲到有一挂人呢，伊去亲近恶友，有烦恼乱心，立行无知。素心自私，伊不但讲不信十方诸佛，不信尊法圣经，不孝父母六亲眷属，而且呢，伫成人的时阵放逸，家己呢非常的骄傲。所以，亲像顶元咱所讲的这人呢，因为因卖了家己的本性。也就追求世间上一切无应该有的这个钱财珠宝。咱甲看讲，伫最近有一个真正予咱印象真深的人，吼，就是讲本来呢，伊家己本身有真正大个这个财力。甚至讲，伊的地位已经做到立法委员啊，但是伊对这个财宝，拢总是起了贪恋，所以伊利用机会，就是讲要予人领这个奖金嘛。将人的囡仔身份证摕来，
结果伊利用这呢去开支票，去向这个金融机构借钱。本来告诉伊那是手机安分呢，伊会当讲伫这个世间上啊，一世人来过着富足的生活。但是伊有这款不法的想法啦，到尾啊，代志不好的时阵，伊就去坐监，甚至讲在这个监狱的内面呢，伊的这个病不发，乃至讲啊，真紧就死去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咱一个人来追求世间上一切不同的钱财珠宝，有当时啊呢，不但物件未当来得手呢，甚至讲啊，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咱也看讲有真正侪抢劫的人，乃至讲去偷盗的人。虽然有当时啊，会当讲有一段时间互伊逍遥法外，但是到尾啊呢，人讲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伊到尾啊，也都爱受法律的制裁，甚至讲厝内的这个钱呢，也都充公。那么，亲像讲抢银行这一类的人，因的下场呢，咱也是知影。在以前呢，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有两个朋友呢，普通时拢总是合伙呢，来去做这个不法的代志。有一日呢，因这两个人去抢到一笔的钱啊，就伫一个庙里的所在遐，两个人要分迄个钱财啊。这个时阵，两个人呢，心肝内拢起了一种的歹意啦。伊就想啊，想讲这个钱，假使我呐会当一个人独得，比如讲两个人去抢100万，伊想讲，假使我呐分一半给伊呢，我只有剩50万。所以家的呢也想要独得，伊个也想要独得。这个家的就甲伊个讲啦，讲啊，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有100万吼，咱嘛都来买一挂酒菜，啊来庆祝一下。这个伊个就想讲，好啊，吼，伊讲我当这个庙里呢，我来顾这钱，啊你出去买物件。这个伊个就想啊，我利用去买这个酒菜的时间呢，加下一挂倒落去，吼、哦，小等呢，对一项有毒，伊家己知影，伊无食，就要予迄个家毒死。这个家就想啊，伫这个所在是无人所教啊，所以等到到伊回来的时阵呢，我就秘伫这个门后，雄雄一棍就甲拍死，人不知鬼不觉。这100万呢，我就会当独得。真正呀，这个伊来去买物件的时阵呢，就伫这个酒菜内面甲下毒啦。但是家的呢，看到伊回来呢，真正秘伫迄个庙门后呢，就拿一支迄个番串呢，就位头壳向向甲降落去，伊就死去啊！吼、哦，伊就想啦，即马温达达，我不但讲会当来夺得100万啊，甚至吼、哦、有只酒菜通来庆祝。伊家一个弟弟食呢，当然咱大家人都知影讲，伊食了效果如何啦。结果这两个抢人，搁再贪心的人呢，两个人不但拢未当得到迄100万啊，而且搁无名去啦。所以，咱伫钱财心生这个烦恼。心生这个贪婪呢，当然这个意义呢，就起这个烦恼，吼、哦，就伫啊咧想讲，我要安怎才会当来将这钱到手，吼、哦。人家看讲，过去毛人讲，
带伫即个石油公司伫服务，那么伊就做即个油桶加油，甚至讲啊，伫即个伫收路费的人呢，就来谈安怎才会当来将即、這个吼、哦、人过路费或者是讲过桥费呢，谈入到家己的即个落地下底。咱来怎讲，伊会当来谈吼、哦，甚至讲公车的车票来谈。这款案件呢，咱伫报纸上拢看啊真啊清楚，但是一间人贩呢，到尾啊，当然一个人那是代志爆发，绝对唔敢妄讲，只有家己哦去吃罪啦，一定把所有牵连的人拢总拖拖出来。所以咱也想讲，伫这个财报的方面，吼、哦，心生贪婪。那么，以去烦恼的人呢，并不一定讲会当来得到真正大的这个好处。各有的人呢，哈、哦，对这个一切高岗呢，也心生贪婪，以去烦恼。人讲迷恋一切奢靡的啊、哦，歌舞音乐。有的人呢，甚至讲，伊去这个歌厅的内面听歌，吼，乃至讲，有当时安尼，请一个歌剧团来什么所在公演，那么去买这个歌星，结果呢，伊过这个码头，伊就对过这个码头，甚至把伊的学业停落来，这款的人都有拢总有。在咱台湾呢，讲起来也搁较无讲真明显啦。十几年前呢，我伫新加坡的时阵，曾经看到报纸上讲，某某一个在唱这个广东戏的演员，吼、哦，大家人拢总去买啦，那么就大家咧互相相斗，看什么人有才俩送伊上好的物件。有的人呢，就是讲买一台高贵的轿车来给他做礼品，啊，有的人呢，逐日都拢用这个兰花，吼、哦，来送伊这个兰花的顶冠呢，高白钱啦。有的人呢，甚至讲用一条真大条的绸布，将这个演员或者是讲伊所卖的这个歌星的名呢，拢用上大额的银票呢。比如讲，伊是姓钱呢，吼、哦，叫做钱某某，伊就将佣金票呢来甲摆伊个名呢，摆甲满满，啊，送到这个舞台顶冠呢，去送予伊。那么最主要就是要得到讲，伊个握一个手，吼、哦，实在是讲予伊真一个脆皮，吼、哦，伊就感觉讲非常的满足。甚至有一寡少年的学生呢，因含册都拢放落来无读啦。哦，去迄个旅馆的所在呢，咧等迄个歌星，或者是讲等迄个明星落来。那么，这就是讲对这个一切高价的啊贪婪。那比如讲，这个歌星呢，今仔日哦，甲我握一个手啦，送我一张相片啦，我就讲吼，伊、哦、对我实在有够好啦，吼、哦。假使呢，今仔日若看无到啊，这个。伊呢，就起烦恼，吼、哦，非常的失望，吼、哦。咱也看讲，这款的人，家己正当的代志无去做，对这个歌乐，吼、哦，未到到迄个款呢，吼、哦，这实在是咱所想象未到的。甚至有的人呢，为着迷恋这个娱乐界的人呢，将所有的这个钱财呢，拢总开了了，也是有。甚至讲啊，对这个一切女色，被勾引，所以人讲夺去了这个魂魄，一日到暗呢，都拢种心肝内非常的痴迷，吼、哦，甚至咱甲看讲，在这个历代的这个帝王内面，阁有人讲不爱江山爱美人。好、哦，这款的情形呢，真正多。
过咱爱怎讲？所谓一切高岗呢，有的并不是讲真正正当的，吼、哦，是一种秘密之音啦，吼、哦，予咱精神袂当振作，予咱意志呢袂当讲真正正确的。但是呢，有真正济拄拄啊好讲，吼、哦，年纪三十外岁、四十岁，当会当来做事业的年富力强的人呢，真正爱好，真正美软。当然呢，若有正当的音乐，吼、哦，会当陶冶咱人的性情，会当增益咱人的意志。有时阵咱也是来听呢，当然是无啥物袂用着，但是启发咱人的瑕疵，迄款的唔好的音乐呢，那是正当的人都无应该去听。假使无呢，咱就含迄个放逸骄傲的人受伤了。人讲放逸骄傲的人对正当的音乐，一点都无兴趣去听，对迄款黄色的歌曲无正当的音乐呢，吼、哦，伊非常的欢喜。所以，咱有当时啊看讲，人阿咧举行这个高尚的音乐演奏会，伫听的人呢，人数真也少。但是，假使那是迄款真正闹热吼，唱一挂不三不四的呢，吼、哦，逐摆呢都拢总满座。咱一个人假使讲长时间呢，拢总是麻醉伫这个无正当的音乐当中，咱的意志当然都会消沉落去，人格呢就会堕落，吼、哦，无兴趣来做这个正当的代志。所以贪恋一切歌舞音味的声音的人呢，将来一定会去做这个恶业啦。咱大家人若了解这一点，咱就知影讲，并唔是叫咱唔通唱歌，吼、哦，也唔是叫咱袂使来欣赏音乐。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讲一切歌工呢？是伫指这个无正当的音乐这方面来讲的，所以咱有当时啊讲，咱的囡仔若开始咧讲一挂无正经的话，或者是听一挂无正当的音乐呢，咱做事大人的呢，都应该好好来给他改正了。今仔日呢，因为时间已经到啊，咱的节目呢播送到这个所在来过一段落啊，在下面的文呢，咱也是等明仔夜晚六点十分，珠光普照这部时间呢，我再继续为各位讲解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